真能烤啊，那不行，这烟肯定不行。哎，真可以，哎，陆导，陆导，陆导，哎，真可以，哎，我觉得这，哎，这个是个主意，哎，多好啊！来炫一个，哈哈哈哈哈哈！哎呀，这个挺好啊，更新串烤啊。 无所畏惧，这就是街舞。哎，必须的，必须的，必须的。什么？我想这个，小石猴啊，猴，咱俩没瞅着是打火的吗？打更人，你懂不懂？打我，下次我教你。你瞅啥？瞅你咋？东北人嘛，骨子里带着喜剧精神。 欢迎来到游爽天涯 Super X， 这就是街舞第5季的现场。 今年呢，将用3个月的时间，让四位队长在你们当中选拔并组建成一支青年街舞联队。这一季感觉完全不一样，那这回是一条大街道，完了两侧呢有不同的一些空间，就整个设计会跟以往完全有很大的改变。这一季很多都是国内新生代，应该会比较有活力，比较有冲击力，比较有激情、想象力。我是对于跳舞这门艺术有大的一个热情和喜爱。 在这个舞台上，希望看到更多，不管是风格怪异的，还是想法天马行空的舞者。 I expect to be on the best team, so with the best leaders. Ibo is a leader. He like freestyle dancer. I'm a freestyle dancer. So yeah, why not doing something with him? 王一博老师、韩庚老师都是老队长了，对这两个其实意料之中。像刘雨欣老师来，我还蛮意外的，对的。 然后李承铉老师也蛮意外的，因为我在这就是街舞，其实有3个阶段：选手、嘉宾，还有队长。回到这就是街舞，有一种回家的感觉，特别亲切，而且在这里可以感受到新的力量。在这个舞台上，希望看到更多，不管是风格怪异的，还是想法天马行空的舞者，我都希望他们能够在这个舞台上呈现最好的自己。说实话是。 有一点压力大，我是对于跳舞这门艺术有大的一个热情和喜爱。这一季是带领一些年轻的青年的一个带着希望的一个为了未来他们。那
这一方面我觉得我能输出的东西可以说是有的，至少我的审美，我喜欢的音乐表达的方式，那我觉得我是至少是有一个输出点。在座有很多呢都是非常年轻的舞者，年轻什么最重要？选择最重要。所以今年拿到晋级毛巾的方式你们自己选。 Nice。 今年我们的考核分为两个街区，battle 区和作品区，两个区域的考核方式各有不同，请大家要慎重的选择。他好刺激啊，这种这一时都不知道该选哪一个了，感觉两边都很冒险的。因为前几季都是要跳个人的作品嘛，所以我已经准备好了，我想着啊，我到时候要怎么怎么跳，怎么怎么展示给导师们看，结果但是赛制的改变反而让我表现可能会更好。说白了，这个赛制的话它就会有更多可能性。我觉得可以把自己的强项给发挥出来，好像我的机会来了。如果你想更加精彩的话，再给我来一点尖叫声吧！每个人的实力都很强，两边碰撞在一起真的非常好看。你的身体的控制，该慢的时候慢，该快的时候快，然后该放松的时候放松，跟你的表情跟你的身体都是一致的，非常的完美，非常的棒，很喜欢。每个人的情感的表达，然后动作的伸展，然后包括很多队形的变换，有起伏的都非常的好。感觉在新生代里面，像我们国内的舞者，像周渝翔还有鱼雷，他们感觉挺有那种年轻的那种冲劲的，挺敢打的，挺放得开的。然后包括很早就出名的一些国外的选手，我之前就有关注他们，就因为很近距离的观看嘛，就比较有活力，比较有冲击力吧。很清晰你们想要表达的一些东西，包括也不是满满的塞满了，该盖停呼吸的时候有呼吸，然后盖一起起的时候有一起，所以看的人是很舒服的。他这个作品是有非常柔美很性感的东西在里头，但是力量的东西也是很丰富，这个对比度很大，而且你们的表情哇，就这个都在一起在跳。音乐的很多的细节的卡点，我觉得你们这个就加入在这个编排里头，也是让我觉得比较有意思的一些部分。这些年轻的舞者们也是给到一些惊喜，他会踩一些你没想到的一些点，做出一些没想到的一个动作，但也是在很投入在他的音乐里头在表达，这种感染力就是我觉得是一个收获可以带走的。我觉得整体蛮好的，但是没有特别的打动我，但是我还是想给中国的 old school hip hop 一票。我有感受到你们的 girls power， 其实我在跳舞的时候有这样一个感受吧，就是跳舞是不分男女的，所以我觉得你们很勇，然后做得很好，加油。然后看到他们就想起自己跳舞的时候，而且机会对所有的年轻舞者们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点，可能我更能懂这种感觉，希望给他们更多的鼓励，更多的机会。今天我是到现在为止我看的两组最精彩的，最精彩的，对，整个感觉都是一致。对，但你还能看到每一个人的特点，还能看得到他们，就是很眼前一亮，就是年轻的新力量。我敢说可以是代表，有很多舞者一跳的时候确实给你眼前一亮，他们真的是在舞台上认认真真的去跳的，做每一个动作每一个技巧，能看到他们真正的活力和真正的热血，真的是可以成为这一代一个新的力量。因为我觉得他们还是有潜力的，是有可能的，